在六岁时发片出道，还一度红到登上美国脱口秀节目，受到许多粉丝喜爱。没想到转眼间，两人已经满15岁了。日前，两人在粉丝专页就发出两人国中毕业的照片。只见照片中可以看到，左左右右从可爱的小女孩变成清纯少女，绑着马尾的她们身穿制服，开心直呼我们毕业啦，准备开始下一阶段旅程。同时也庆幸今年他们很幸运，可以如期举行毕业典礼，没有受到疫情影响。不少网友看了都留言恭喜两人顺利国中毕业，也纷纷大赞左左右右越长越漂亮，也让不少粉丝好奇，那之后是否还会有其他演艺作品啊？